喂，这是我们都认识，这是银房，这是他的太太孟珂，吴孟珂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来拿吧，我来拿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谢谢，谢谢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就等你们来赶海去。但是你的向导还在睡觉。哪个是向导？你的向导彭昱畅啊，你自己叫，你自己去给他叫起来吧。直接敲门，胖胖、啊！别别别！我要去钻他被窝，进不去。Good morning， 胖胖。Good morning。怎么起晚？你起晚了吧？我还说我要钻你被窝呢。你们几点起来？还这么早就开始做早餐了？八点。嗯，这是孟珂姐姐。你好，妹妹。这是哎，银坊在那儿。银坊，哎哎，这是妹妹子枫。又见了。你们认识哈？我们本来现在这个时候是要当兄妹的。哦，你嗓子怎么搞的？嗓子咳嗽哑了。要喝水吗？好。还是喝咖啡一点呢？水就行。Hello。好久不见啊。手机还在吗？哇，瘦！在，刚拍完。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这么简单的我来就可以。好的。我只能干这个。哇，你这个看起来好，好棒啊！这是榨菜吗？我喜欢这个。榨菜其实一会儿也可以往里放。榨菜三明治，但是我不知道榨菜跟这个他俩能不能配到一起去。我觉得应该不还是先老师犹豫了。对，榨菜配美乃滋，美乃滋听起来就是很美炸了，这叫这道三明治叫美炸了。这个就不放沙拉酱了。我的妈，真放榨菜，那也要放沙拉酱，因为美炸了组合就是这样。我可以，你真的可以帮我放一点，试试吧。试试，我真的觉得可以。这个吧，何老师，你不用每个都放呀。你来这美炸了吗？对，我来美炸了。这是我的心。行。好嘞，您慢慢享受啊。西红柿会给我。绝对好吃。嘿，可以。漂亮，你看大金子。这真棒哎，大金。你看，锦线又好看。可以，里面还有萝卜干吗？是。有，我让加的，我太想吃了。坐，你往，坐，请坐啊！快坐。哪个是何老师的榨菜？这个榨菜加美乃滋。我来一个。这个好像确实挺有挑战的。我吃炸酱抹面包。你吃榨菜抹美乃滋，敢于挑战。其实美乃滋加萝卜干还挺好吃的，但是最精彩的是再加上了西红柿。